清王朝覆灭以后，大量流入民间的宫廷，被一些非法叛国之徒大肆卖给了洋人，从为他们谋取利益。这个大庄稼身份神秘，交易实在隐蔽。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排查，才锁定了一个人：永乐司乔二爷。 姓邱名墨雄，这些历史人物是中华精魂之缩影。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属于中华精神的东西留在中华。家具之下，加入你。委身于屋檐下，告发岂不是自寻死路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会有办法让二爷的生意就此破产？ 让我在上海名声大噪，见证奇迹！那是不可能，走啊！这就是汉奸、偷狗、卖国贼！我闭嘴！